奔跑回教室。我们想要学校打上课预备钟，然后可以让同学有时间回教室，然后可以减少同学迟到和受伤的几率。我们会做宣传海报以及入班宣导，也会去访问主任跟健康中心的阿姨，希望能够得到所有同学的支持。提醒还是有差。你打了预备钟，你觉得会改善吗？我觉得应该会有。让同学提早回教室，然后减少上课迟到。走到十二月的受伤人数统计哦，第一名哦，操场542。对我们来说，预备钟的设定是非常容易的。我们只需要在电脑里面啊设定，在第八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响一首小音乐，让大家知道快下课了，快要上课了。水壶吗？这不是水壶，这是冰壶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大家会混乱呢？我们就用不同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原本的上课的，可是广播到教室快要上课，我就把它录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每次都播放。这个我也来研究一下，好吧？这个方法是相当优，很优。